今年继这个赵丽颖和这个冯绍峰呢离婚之后呢，又有一对银色夫妻官宣离婚呢、啊、就是美丽大方的佟丽娅和渣男陈思诚啊。银色夫妻的这个婚姻呢很难持久，这成了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啊。我非常支持这个佟丽娅离婚，因为陈思诚太渣了，你妈比王宝强还渣，太差了。本来这个人是非常油腻、非常心术不正的人，通过这个拍这个北京爱情故事呢，好不容易泡上了这个佟丽娅，不知道珍惜啊，到处生扑乱滚在外面，你妈的朝三暮四，那个金屋藏娇，在外面生扑论魔，对不对？现在佟丽娅终于做出了这个英明的这个抉择，远离渣男。